是没选好，得到的还。大家好，我依旧是你们的主播大洛洛，接下来送你们一段文字，希望你们能够安眠。我们不像电影里的剧情出演，我不愿为了爱而丢弃自己的世界。爱你的我只能在没有人的角落忍受想念你的落寞，不敢再受伤害，不敢再去想未来，不敢在你的世界门口徘徊。请把我的心门打开，如果那个人是你，我愿意在这静静等待。只怪我是一个胆小鬼，跨不过曾经的伤害，拥有不了有你的未来。当爱一个人爱到自卑，我相信会有这么一段内心独白。不过我觉得爱就应该转身留下来，爱就应该大声地说出来。所以我只希望克服恐惧之后，能够让你重新获得幸福。晚安。是没选好，得到的和想要的对不上号，你以为世界可以重来，换个人当主角，爱情就会天荒地老。你不知世界上谁对你好，为了你他可以什么都不要，不管你混得好不好，是否给他荣耀，他都愿意为你操劳，陪你到老。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，你怎能如此伤他的心，他惦记的深爱的唯一的你，还不趁现在好好努力。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，你为何不去好好珍惜，当错过了失去了忏悔的你，是否还能换回那颗善良的心。善良的心。